紧接来关心，在今天下午的4:04呢，位在台东山里车站铁道旁的大树是受到了强风吹袭而倒塌，压断了电车线，现在已经通报了台东的电力分驻所前往处理。而受到山竹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在今天下午4:04呢，山里站12股的电车线呢是被强风吹倒的路树给压断，导致全站是无电使用。而在山里站3股呢，可通的柴电机车在鹿野、山里跟台东区间呢，是先由柴电机车来牵引行驶。目前呢，也立即成立了局本部的一级紧急应变小组，来积极抢修中。